我们来再讲一下今天的作业。好，这个其实是我们 review，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到那个五六年级的数学了嘛，所以我现在就是 review， 就是那个再复习一遍，就是那个这个对你们来说肯定很容易，就是把这个improper fraction 变成 mixed number， 就是把那个就是叫什么叫什么一中文。中文啊，中文就是说把，就是把什么？哎呀，我中文好像我还真不知道。对，就是就比如把那个，就是把一个五分之八变成一又三分之对，就是这个上面那个数，那下面那个数，上面那个数比下面那个数大，就是 improper fraction， 然后把它变成 mixed number， 就是一个整数和一个数和一个。那你看这个是不是那个不是不行？这是不是那个是一个 improper 的？所以你们看，这要多少呢才能到这个呢？不必须是必须在这里，那就是这那个最就是 greatest common factor GCF， 这里就是这能到这九能乘到多少呢？当然十三了，这是最好的，因为这边上是不是这边二十八和二十七了，对吧？因为它比它多，所以还多，所以它多一，所以上面写个一。然后下面一就是 remainder， 对，一就是 remember， 就是剩下了。嗯。然后下面这个九就还是这边的九。对。如果你想验证，你想 verify 的话，你就把它弄回去，39+7+1=28。对，然后如果下就是 confused， 把这个变成这个，对吧？这个变成那个，就变成 improper fraction。所以等会儿我们再弄。好。现在进行这种加速模式，如果你懂了的话。对，如果你们懂的话，那你们可以那个加速模式。如果你们不懂的话，我还可以再讲一遍。我觉得我这么，我们每种东西讲两遍，再讲一遍。对，这个再讲一遍，就是我是在是少讲一点，少讲一点，有时候我放不清，这那个声音放不清。好，就是你看这个七最大能多少呢？因为不能是七八，因为七八换56就超过了，所以只能77+49。所以这是七，这乘以多少次呢？就是七次。然后这还 remainder 就是那个剩下的一，然后下面就是那个七，这里。哦，刚才我可能说错了，这里头没有那个什么 GCF。哦，很，因为没有 common 的50和7，就如果说，比如50和10的话，那才是找 GCF， 就是 greatest。common factor 是10，对。现在我们只是找个最大的数能够把它除过去，对不对？50除以7，最大只能除到7。对。我们是找最大的除数。对，最大除数。这里，最后一个。对，只能乘以5啊，就是5，然后剩下的是3。然后下面就是6，但是呢，这是可以simplify 的，就是可以简化的。OK。对，所以我是这样换个等号，然后再把这个5再写上，然后这上面再写个1，下面再写个2。哦。对，这样。这种情况还有种做法是先 simplify， 对，先把这个那个可以先把这个简化了，然后之后再写答案。这种题。就会用到 greatest common factor， 对，就是，这里就可以。对，好，你们学会了吗？现在我们要进入加速模式，不再解释，直接把它写完了。对，好，拜拜。但是如果你们想学，如果就是你们没有不上内容课的话，这节课，然后你没有这个作业的话，你们可以这怎么弄来着？把我们拍下来，对，把我们拍下来，然后之后再打印出来，然后之后就行了。你们可以回到刚开始那个零秒那时，把这个拍下来。对，因为那时我还没有开始写呢，那时我说你把这个拍下来，然后之后再打印出来，然后就可以跟我一块写了。好，所以现在我们进入加速模式了，对，进入加速模式，不再解释了。对，
你们可不能偷看哦。对啊，你们可不能偷看哦。哎，你们要把你们要 pass 掉。对，你们要把这个停下来。啊！嗯，人这儿都在挠头。不是，我就是觉得好可惜。就是，如果这是49的话，就整好了。故意的，还故意，老师故意要拆了你们。对呀、啊。那肯定就知道这是这个，加速。对啊，我就是已经在加速了。这个是，好，剩下的你们就自己练习吧。现在我们要讲这种。对，剩下你们练习，我们要讲这种。对，提前两个或者三个就可以了。你看这种，就是一样的，就是你先用这下面这个地方叫 denominator， 我再说一遍 denominator， 你们可以回去再听一遍 denominator。对，就是这个 denominator 跟这个整数， whole number. 对 whole number 就是整数一块相乘。所以就是四乘以四，然后这里是加而不是乘了。上面是什么 numerator？ 对，上面是 numerator， 叫 numerator， 就我说三遍，看你们能不能说，你们可以停下来再那个自己说一遍 numerator， denominator， 好，应该都是 ter， 对。来看，这个是乘，这个是加，所以四乘以四等于16，然后16再加一等于17，然后17，然后14，四，对，我说错了，是四。14，不是14。哦，不是14，我不是14，是14。绕口令。对，算可以。再说一个，再多再讲第二个，第二个就讲的比较少了。对，你们再看哦，我就说比较简单一些了。4乘以10，对，是。No，sorry， 乘以 denominator。denominator 十乘四等于40，然后再加4加6，四加九，就是这个等于40，然后40加9等于49，好，第三个题我就完全不讲了。对，直接写了。有时候还是写错了。第三、第六是一样的题啊。我不小心做这道题。这两题正好一模一样的。对。好，加速模式，加速模式。加速模式。这道题是一样的，我先不去。我们这视频要录10分钟，现在已经进入9分钟了，就剩最后1分钟，我看看这儿没能完成多少个，快！我现在重复这么多遍啊！快！哦，好快啊！还有半分钟。